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4号，我们现在在缅街跟 Maple 交界的地方，我的后方现在是老三发超市，然后呢顺着在它的斜对面有个美国银行，大家都知道美国银行隔壁是东王朝，很多结婚的都在这边办酒席的都在这里。在这个美国银行的背后有两栋新楼，一栋楼是公寓楼，另外一栋楼专门是 Medicaid Office， 很近。这里有个交通优势是什么呢？这里可以，它旁边有个停车场，然后呢，再近的就是1365这里，这栋楼第一栋楼进来的这个是公寓楼。我们现在在 Maple。13620这栋楼叫 Medical Office 是吧？这条路从这里进来，这栋楼几乎都是医疗诊所的。全新的啊。啊，对，它后面很高，这边看到啊，后面很高。来，我们往这边走，这边大厅进来，感觉像酒店的那种感觉。大厅环境非常漂亮。然后有些医生如果在上面很忙的情况下，可以在下面。坐一下，坐好。二楼边的。这里有两个电梯。可以坐电梯上。老人家来就很方便啊，是电梯。这里面新的，你看电梯里面都还没有。都是新装修的。来，我们按5楼。这个牙科诊所在几楼？在5楼。5楼哈，好，我们就按个5楼。我的客户他们在住在这边。后来我说，哎，我说你们怎么知道这边？他说新建的。这个电梯一开门，向左走就可以看到本地牙科。营业时间啊，还有电话，大家拍一个，大家可以截个图。欢迎大家来美杰牙科，我们这里有讲中文的、粤语的、福州话，要先把您的医保卡和 ID 卡。然后根据信息填一下前4行，然后呢再看一下有没有这些常见病，看有没有一些药物过敏，然后呢背面还有一些，看完之后呢然后在这里签字，然后两个双手双手回到这里，对，回到这里 OK， 你不用这种关系，然后这个就开始拍摄，好，等一下就会转，但是我们不需要拍。这个是做 5D 的扫描牙模型，然后我们做那个 Invisalign 影视美矫正，我们先需要扫一下这个病人的牙齿，做一个模型上去，然后上传到 iCloud。然后根据这个牙模型，我们来做治疗计划，看病人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、多久，能达到他理想的效果。您好，这里是 All Dental Care 美杰牙科。我们这里是通过政府认证的，接受政府的大部分保险，比如说 Medicaid、Medicare 的保险。然后你们来到我们这里，我们提供各种的牙科服务，包括正常的洗牙、X 光片、牙齿治疗。还有比如说种植牙、烤瓷冠，还有那个 veneer 前牙的贴面，还有矫正牙齿、美白牙齿各项服务。然后如果你是持保险，我们将会前台免费为您提供那个保险申请服务，就是看他的保险公司能帮你保多少，具体的治疗方案。我们这个月呢是周一到周五早晨10点到下午6点上班，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联系，我们前台小姐会记录您的详细的资料档案，给您预约时间来看牙。那现在这位病人正在进行的项目是？他准备洗牙，对。那我们刚才看到第一步进来以后，先是登记啊。对，先是前台小姐为您登记你的资料和档案，并且过往的病史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带你们拍 X 光片，然后看一下牙齿到底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先进行洗牙服务，然后呢再进行检查。然后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案，看您需要哪些牙科服务，我们就因人而定。对，有一个东西特别要介绍一下，其实您的牙齿保险包含每年2次的免费洗牙、X 光片，还有牙齿检查，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预防。如果你在未来如果有什么牙齿问题，我们提前通过 X 光片还有检查可以看到，
提早的把问题解决，不能让它越来越严重。嗯，好的。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看牙医觉得很贵哈，一般人都回国弄都不敢来啊，在美国。在美国很贵。其实大部分的牙齿治疗，你的保险包含的，它是可以帮你付掉。就是如果它的问题很小，大部分的保险都是可以 cover 的。如果你不管它，在你的蛀牙越来越严重，到根管，到做烤瓷冠，有些保险就不 cover 了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就希望大家能够了解，其实每年两次的洗牙包括牙检查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可以提前发现一些初级的问题，很快就可以解决，而且你的保险都可以包括在内。你们这有几位医生呢？我们这边3到4位医生。对，我们可以做根管治疗，可以做种植牙齿，可以做烤瓷冠，还可以做瓷贴面，各种牙齿治疗服我们都提供，你可以基本上在一间诊所去完成这些治疗服务，不需要跑这里跑那里，不停的去预约。小孩子到10岁到12岁，他换牙的时候，他们是四处寻医。为什么？有些医生说，哎，这个不包，你这个保险不包，你去换一个保险嘛，换个保险，然后再帮你申请。所以搞得家长在百忙之中都是不断的在想怎么办，问他到底这个保险能包不包啊，一直蹲在某一个牙医的诊所那边，没去想想有些其他的诊所，因为了解的对牙科诊所了解的太少了。所以我也是无意当中现在这家新开的诊所，因为什么，我曾经在某个牙科里面应该治疗了将近10年，在那里治疗了，每次洗牙就给我时间5到10分钟，而且虽然预约了，都是提早2-3个月预约了，但我预约的时候呢，地方的医生他就是在那里也不会提早的跟你打个电话，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来做。还有一个事情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如果没有了解新设备新技术好的这个医生的这种情况呢，我们总是掉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我这里有上下的有些牙周炎，在快到疫情之前嘛，那个医生就跟我说，你可能要花3000块钱，我花1到2周时间帮你做好，3000块钱。当时的话刚好又疫情来了，再次去检查了完以后，他说现在价格不一样了，什么都涨价了，我现在需要3800。然后后来在我确定他这种情况下他是涨价的情况下，我说是不是牙科那边不包了，这些钱是不是都是给这些私人医生？他说是，他说因为不同的保险，可能这个医生的话就看到你是联合保险啊，然后他就也不管你怎样，反正就是说钱不断在涨，他不会为你病人去考虑。我们这边是特别是接受所有的国家政府的保险，过来以后呢，我们会帮你去查保险，确定这个保险可以帮你付多少。我记得我大女儿在前2年的时候做牙科，当时应该在弗兰克林下去，当时花了牙科的自己掏了钱，掏了2000多块钱，还是做什么套牙一样。我当时我老婆说，孩子现在都换牙了，该花钱就花钱。因为什么，就找了一个医生嘛，没去比较嘛。这次的行动能让大家知道，我们应该要找怎样找一个更适合自己家庭的牙科医生。这里是一个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房间，好，您可以到里面看一下。哇，设备都好新哦啊！我们的设备都是现在最新的一流的设备。消毒做的也是非常的到位，所以尽管放心。好干净啊！对，我们的就医环境是非常安全、非常放心的。这里是关于我们面部的一个房间。这里是我们的消毒室。您看一下，我们的消毒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。这牙科的消毒最重要啊！对，这个消毒是最重要的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对，所以我们这里环境非常的安全。这个就是照 X 光的啊，对，这个是我们的 3D X 光拍摄仪，哇，也是现在最一流的，最新的哈。好，这边还是有一间哈，对，这里有其中一个房间。这个医生正在，这个是明白牙齿，他是现在正在洗牙啊，对，现在做的正是洗牙的项目。然后这个房间。这是其中的一个房间，然后您可以到里边。都是最新的设备啊。对。新开张的嘛，肯定是最先进的、最一流的设备啊。对，我们提供给大家。这边绝对是专业的医师队伍。加上一流的设备和安全放心的环境。这个大楼都是新的啊。对，是的。
可以看到街外面啊，哇，风景也很好。对，是的。嗯。